希望领受丰盛的恩典。小时候我爸总让着我妈，我以为男生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婚后我的生活简单单纯，我只和我谈得来的朋友来往，我不面对复杂的事物。我母亲生病以后，我慌了手脚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信了主，领受了许多的爱和恩典。在陪伴鼓励中，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日子。我想报答他们，我尽全力地去爱他们，但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我甘愿从头学起。接触多了，我发觉原来人有许多的属性，原来每个人的性格大不同，原来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会造成人性的扭曲，原来受伤的人会伤人。我知道神利用环境来塑造我，我知道我应该感恩，不与人争竞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却感觉我被苦待了，我被羞辱了，我被伤害了。我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，我要神为我伸冤，神却要我宽容、忍耐、爱。愤怒住进了我的心里面，我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不饶恕我的过犯。在这一段黑暗期，神任凭我悖逆，任凭我受苦，我用尽全身之力也坚决不回头。我掉入了万丈深渊，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，我的自信、自爱、自重全被打碎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只不过是尘土，神要我像他，活出他的属性。他像老鹰一样的把小鹰推入谷底，在危难时展翅托住小鹰。他要小鹰学习成长，学会在天空自由地翱翔。饶恕是释放了别人，更是释放我自己。我的心再一次的快乐，我的灵再一次的歌唱，
陈兰丽细语心声，细语我的心声。我们下一次再见了。